裤，这没有跑裤的，这是个楼梯。那我刚怎么会摔下去？因为是大魔王，再让人家进来。因为是米菲啊。6米9，6米9。你刚刚讲什么六九？9米9。来来来，新来的的房间密码是这个IP 在这里，赶快加加。1、2、3、4、5。哎呦，小狐狸受伤了哎！小狐狸，把那个丢出去啊！没有人敢过去。这里哪里有跑酷？赶快加加！要点告示牌。点告示牌啊！左九最喜欢跑酷了。这里没有跑酷啊！啊，没有跑酷啊！这是我们自己盖的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这是跑酷区是自盖的。对，因为爱盖跑酷的人都不在，所以对。嗯？哎呦！这是中央岛的特效，是碰到水会凋零。碰到水会凋零。对，下有加分祭坛。水底下有加分祭坛。太棒了吧！所以分数要高一点，哇，用命去换分数了。有啊，对啊，是用命换分数。水底下是加分祭坛，这东洋岛好狂哦！我靠，好狂哎、欸！偷看了一下，不行，观众也还没看。3、6、7、8，差不多了，只差一个人了。进，快进！哦，3秒绿宝。碰到水会凋零。3、6、9，好，加油！哎，正要开始，有人就跳出了。所以作者，你觉得我们要打几千分呢？不，好，有中央也是会有密宝箱。OK， 我是没有看到，所以大家可以找。所以作者，我们九打九，你觉得要几千分呢？6000。他说6000。6000，好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样，嗯嗯。2、4、6、8，剩就是那个吧，剩那个。哎，20呢？哎，对，20呢？200，200什么时候消失了？我就想说奇怪了。我少一个，比较短。200，那 DC 还在，但是他把麦关起来。哦，好，失败了。哦。等200两分钟、哦、不见了。2、4、6，你刚刚观众有少人、拉一拉就多一点了。谁又丢给我这个？好吧。进不去，想到伺服器的 RC， 那密码一样啊，密码有换了。200呢？20不见啦，是里面有人满，没办法玩这心理课。20，作者开场之后有人进来，他可以选队吗？反正有问题，200自己也会，是这样吗？这个不是他定位，可以啦，200呢、欸？不是、啊，因为他有可能网络大爆炸，你看他第一次就消失了。20有选队伍啊，20是红队啦。对啊，嗯，好吧，那应该没问题。好吧。
这样我们要不要拉拢对方一人？还是我们这样可以？这样可以吧？只要加二零，八打十，对不对？二零零，我们相信你会来的。我们相信你会回来，相信你会回来的。然后等下就回去了。六千分，辅导祭司模式。Go go。九九六，祭司是谁呢？祭司会是谁？哎呦，还有显示是谁？有显示吗？我没看到哎、欸。我可以进入商店。哦呦，是我，是小小狐狸，地狱小狐狸，保护他，保护他。哎、欸，米菲，那个左脚你们要进来存铁。用箱子存也可以啊、哦。商店，商店，商店。你们进来左左转，在哪里？进来左左转。那个进去踩压力板。我们两个在一起，可是我们迷路了。这边踩压力板进去，然后左左转。会看到一个地上的箱子，这个全部左转。对对对对，我们去右边干嘛？我这边也可以。对吗？这边这边这边。那个绿宝石你们弄哦，我弄中间牛排，就把安旭福特存进去就好。你看有。OK 好 OK 好。好，等一下、绿宝石你们记得放哦，我就往中间走。好，你放。买帮买小核心了，先放。然后，好好好，那个小狐狸光就尽量在家。哎、欸，他们已经到中间，他们已经来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可是小狐狸已经把那个天拿完了，好厉害！他怎么找得到？我看到对方的光啊，我摔啊！现在嘞，现在你们去，哎呀，核心。现在东方免洗的护咒，绿宝石有放一点。我刚刚小狐狸已经拿到那个箱子。米菲站出来跟他们打！我来了，他在哪里啊？左脚来，碰到水会那个凋零了，小心哦！碰到水会凋零，你会凋零？哦啊，对，游泳游泳游泳可以游泳。你踩这个铁踩到60个，然后下来。跟你讲，然后跟他买核心，里面有加分祭坛，可是你必须要扣血才可以进去。对，买三个，要买多少？买三个，先买三个。上面啊，上面顶中间的顶端有绿宝石可以拿，对。然后小核心，小核心，先买。然后把小核心放在这个上面。我们家里都还没有小核心。来来来，放了放了放了。好好好，放在上面。黑曜石，黑曜石，放黑曜石。好好，这边都是要放的。深红大祭司为了什么付出了？不要了。己方他们祭司的力量。左脚还 OK 吗？有有有，我有教他了，我教他了。然后就是，哦卡，他卡他卡，哇，这个卡，这个卡，这个有点卡。然后我还教你哦，左边这个是就是刚刚你补的、欸，我们绿宝石的来源就要靠这个。右边啊，对不起。欸、在粉红色这个是我们的加分的东西，也是靠加分要靠这个。欸、我这边啊，我核心掉了。啊，西瓜的话是补血用的。偷东西，我的核心怪我拿回来。啊，然后旁边这些你不用管，啊，最重要是这个附魔祭坛，可能巧克力会叫你附魔。家里那个旁边可以放个守护者岛，这里用铁哦。对，用铁交易。哎、欸，蓝队祭司死亡。哦哦哦哦哦！我被打了，被打了。然后再来就是，哎、莫名其妙有一千分了，我们人还是有少。然后这个先别管，你来看这个。箱子里面嘛，啊、然后刚一开始有教你的下面那个核心，哎呦，哎，他们有钻石装的 ，OK， 可以买，哎，但是要一个绿宝石，哦，但是我们现在绿宝石要先存起来，先存先存，过来过来看这边，你们教学也可以买一下岛，哦，在哪里？这边这边，有那个我想说他们先不用特别教他们岛，我们就来放。他们可以先附魔跟放，然后我刚刚是在教他附魔、啊，对对对对、哦，因为外面都还很缺，那个没了就去放这样。护泽岛，对对对，如果多看有没了，可以就可以买，就可以收集一些铁，或者是帮忙附魔装备。哎、欸，巧克力，你的裤子在这啊？哎，我先放那个守护泽岛。好。哎、欸，有那个吗？激活核心，我忘了买。哦，不愧是小狐狸。哎、欸，对，其实我们核心不太需要买。哎、欸，你的裤子，你的裤子。祭司会一直有。祭司会一直核心，对对对。對
我们 是附魔岛还没有？对，附魔。对，附魔岛还没。啊，哇，你有那个了？我去买。附魔的，战神也买。那附魔是要附？哇，去，只能附，基本上就是附保护。对，啊，装钻石保护。对。啊，先不要买，我们现在在囤绿宝石。囤完之后可以增加铁的那个生产量。哦、嗯啊，那个祭司模式好像没有增加铁的，因为没有了，不太需要。对，所以绿宝石一开始就可以用了。哦，好吧，来吧，左舅领出来吧。作者一开始有没有提醒我们？我凭记忆想到了，代表我都有看作者给的信。绿宝石在哪里？意思啊，这边可以领，哎、欸，人呢？进商店。小狐狸光，我们这边需要两个核心。小狐狸光，战神跟那个守护者岛，到时候都可以补。告示牌，这个领了之后，从箱子里面就是买装备。左左，你可以多帮我买两把那个钻剑。钻剑。对，还有三颗绿宝石。啊，我回来了。我是双刀人。哦，你回来了，我听到了二零的声音。耶，呜。二零零，我们想你啊！不用想、哦。好，那你下一场吧。没有，你可以进来，你可以看可以进来。好，应该没问题。啊，钻剑要附魔吗？要啊。对，我会附魔，你赶快给我出来，我在外面，啊、我等你。直走，左转。这里，哎、欸，左转，哎、欸，嗨，莫西莫西，哦，哎、欸，感谢。嗯有个玻璃小房间在中央战场中。玻璃小房间，把重生点设在那里。做二零的重生点吗？哦，二零重生点。哦。来，那个，哎、欸，从这边了，从这边，没人了。那个作者在跟你讲话。哎、欸，有弓箭，有弓箭。怎么了？刚刚你没问题。可以。你有要，你也可以买装啊。哎呦，中间很多人哦，都他们的人。好，我走。都买好了。啊！绿宝石要怎么看？有多少个？右边会有。我们红队绿宝，红队绿宝就是我们。他们有弓哦。哦。可以买个盾牌。我们基本上出门在外可以走个那个力量岛。啊！中间都被他们占据了。嘿、欸。不见了。想放什么？想放什么？我不知道我要买什么。不晓得放了些什么。那不如全部都买吧。你就可以附魔，然后去。感觉其实可以多打架啦，因为。对啊，感觉这个要防守些什么。因为多打架，我们的那个什么，我们祭司的也会变高。哎、欸、啊，有人来挖那个六核心。哇，没关系，我们那个核心其实。有祭司在都还蛮容易补的。嗯，我刚刚想要弄什么？有人进来了，哪里哦？买到。有进家里哦，他上去，哇，我、哦、可以吗？可以，那个守护者阻止他了。好，挖核心还是不错，可以降低对方祭司的能力。所以米菲，你可以去先干掉对方核心上面的骷髅头。好。好，那我嘞？你跟我们一起在中间打拼，战斗，左左越打才会越强。哎、欸，我没有买剑。爱爬架呀。嗯。哎，我们抢中，中间其实差不多都我们的。嗯。底下有没有？对，底下有那个加分。对，要不要看一下那个？有没有看一下有没有放？对，小狐狸可以游泳下去。中间可以下去，哎、欸，虽然会被叼，但是里面有加分可以放，我们都在保护着你。有分数有在加了，哎、欸，我的剑被吃走了、欸，你的什么被吃走了？铁剑，哎、欸，是被封魔了，哎呀，啊，好大，背骨突袭，哎呦，还可以。哎呦，你怎么是敌人？砍他！怎么都是敌人？
来来来，我来了，我掉掉。哎、欸，米菲，你不要带铁出去送哦。我没有带铁啊。哦、啊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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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看不到水水里，不要水里会掉。看不到队友那个封道具的能力啊！圈圈圈圈，打打想偷袭，揍啊！右边右边上面有人哦。嗯，那、啊、随时记得补充一下力量效果。哎、欸，右边右边过去了，有人从后面绕。想走？空中击杀。我手加好了，怕他们用绕。你看家里分数岛可不可以放？应该差不多可以，应该可以了吧？刚刚抓。